是不是？哦，有了。我来检查一下。现场检查。他们聊短信。可能会有这样一件事。灿烂时。有，他现在在等待。有吗？这怕就只有十秒。我没有算很高，因为你跟我要的是。哎，有，我手机有显示，我这。我们都要给你看一下。完成。你家里还有很多是不是？没有。我不知道还有没有，还要再看。在哪里？我没有。观众大家好，现在这里是台北车站的外部市场。关系啊，我们今天的我是主持人，要赚什么价钱？我会有朋友。我叫欧巴 ，OMBAK， 可以叫我陈帅。没错。欧巴就是那个颜色白，他的根本没有音色，今天换的有加音色。你自己收了这个音色，买上去。对，我放了，放了，放了屁。你要找他们同家，放放了屁啊，对吧？那我等等吧。那应该可以解决了。他居然还记得。对，我好好可以啊，可以。但是忘了算那个音色。所以有客人，有时候没有办法顾到大家。我们讲，我今天早上没上课，所以我现在都来做一个现场。对，我的案子就是不能执行，根本真的有办法，我怕根本都没上。然后我们今天刚好来现场，有秒哦。那我是叶凡，他今天刚好来台北车站找我，所以我想说来跟他反映一下，他这段好像上了半个月，是吗？半个月的上班族的心情。请大家，我先请他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。大家好，今天在书店的现场，在卖在卖妈妈的饭店。今天刚好上班。这天有人会用吗？对，没有用，他们会说啥？我去这个餐厅用吗？签名，喇叭花，这是什么签名？签名还好，因为很多人好，其实我。大家如果一开始有来书店的话，应该会有印象，因为开了两年半。但是其实从一开始书店那个老师说在收费的时候，他就在帮忙。那我想要先问一下哈，你当初陈毅为什么会想来开书店？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你怎么知道要开东南亚书店这件事情？说你在我外面写东西，第一天填资料，对不对？我会用我自己的，其实我一开始会用你的东西。啊，是啊。应该是好像2014年的那种天下杂志颁的奖，就是请毕鲁顿的作者，就一起去这边还是这边一个展会，然后就每个人都讲一个。然后那天刚好张震他跟组长上次访问过来，对，有点很简单啊。过来比较严肃，台湾人在做东西也很感动。然后后来就是演讲结束之后，我就去搭讪他，就很不要脸。然后后来展览他之后，他就说他明年要开一个书店。借书吗？他在问他在他回来之前，免费的，到印尼文。你的书店在哪边？他说他没有开，印尼怎么开？然后我就很尴尬。他说那你有机会可以来帮忙，所以后来就辗转去。你们是多久来一次？每个礼拜一次。做游戏，每个礼拜给借钱支工作。几点到几点？一点到五点。我帮你。我两次，然后呢？好啊，那都是免费借阅，对啊，免费借啊。然后今天难得有那么多的台湾客人，所以你知道没有办法主持人顾两边。我现在请我们的浪人陈帅跟你们，这边继续讲，不然镜头前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请帮忙。然后刚刚在讲说，就是听完演讲，听完演讲，那个好像东南亚是800，看是东南亚是？是啊。我听是天下独立评论，东南亚是读后面。不要把书面搞错。对，好，来自印尼。那一次没有去啊，跟你出现在影片，就有唱诗方，然后放你歌唱。对啊，这不是我在唱歌啦。每天有啊，你有带他们唱三万人。我邀请人家唱。跟你是有唱两句。哦，好，这个有点久。礼拜天下午一点。所以这个书他们拿走，不要回来东西哦。不见得，这样也是没差，毕竟这种东西也不会要求太多。对啊。跟地下室的跟金大白办一个东南亚，那你要留下来。我那时候陈彦来是我第一次认识他，才知道他是我高中，不是奉新高中的，他是我奉新高中的学弟。但后来，你要没有拿到整个，那个是奉新的。反正后来书店已开幕的时候，陈彦开始在做名人。
后是什么原因？在工作第二步，我在这第一批上百度没去看，那他们那个后都是别算在过程来视角，如果一开始帮忙就有时间的上面加起来，可是那个很长很长。因为我记得我一学期都不会排班，就排礼拜礼拜是吧？礼拜一，我都有排班了，我都有去，好好写啊。就每个礼拜好像有，然后6日也很常去。哦，原来那个国家，其实就是我们工作生都要登记写，旁边找人写。我记得那时候新生完，
可能就是我讲话。你说那天结婚是你的错？没有，是后来讲。所以是一起庆生。哦，你这样讲，我想到了，有次丢水球、啊，对，就丢水球那一天。对啊。差点丢到，因为水球刚好。我很后悔。而且我那时候不敢丢，因为如果你有在看的话，那时候就没有丢，是因为你是我的院长的老师，可是我就坐在旁边看笑而已。然后，对，我刚回到今天关于长途的上班族的主题。对，我们都没在聊天。对啊，那白兔来上来。上时间拉很长。没关系啊，结束就是。他拉到下午时间。赶快找钱。你刚刚台湾人吗？他们是来干嘛？啊？对。然后来了解。哎，八万，好趁热赶快吃哦！你们还没吃吧？这里。好，今天刚好有台湾人带着他的义工一起来借书。姐姐多一点。对，其实那个姐姐她之前好像有来借过，然后今天特地带她来借。没关系啊，如果那能行，可以啊。可是你是姐姐。好啊，可是那你就在书上面写。对，然后又说没有押金。你们家里男士缴不要紧啊？他们家里男士缴不要紧。我们今天插播一下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台北车站行动图书馆的日常。原来有，来看接下介绍。我这边的书呢，大概有两个行李箱这么多。那书店的书呢？两位差不多都空掉了。书店书越来越少，对，都寄光了。对啊，寄掉了。没办法，其实我们一开始开店也是这么的空。这个就跟人一样，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，缘分是留不住的，书也有缘分。好，你不要突然变成开书大师哦。他是很感性。可是现在书是还有在陆续在进的。会有人送书啦，可是就是大户。而且他送的比来的还多，对不对？对，送的比较多，因为一次送出去都是上百本。哦。那有去大概也没什么。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在进书，因为没什么钱，每个月亏损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哎，就已经受不了了。很了不起。就没有办法在就是海运印尼书进。那边很香的。对。你今天去多的时候有看到另外一个皮箱。那是因为。哎，让他到处下线，我想到总有。姐姐，你喜欢看书吗？喜欢吗？苏嘎布布，喜欢。喜欢。苏嘎布布。苏嘎。你要哪把西亚吧 ？Cindy。几岁怎么讲？不知道几岁怎么讲。姐姐，那你现在大概几岁嘞？来台湾多久？刚刚来啊、哦。三天，三年，三年，3个月，3个月，差不多啊，一个棒子，一个棒子 ，Cindy 拍谁啊？我的印尼我已经没有办法记得了，哎，而且他们的老板哦，今天带他们一起来见书，三个吗？来3个月，等一下他们老板还要带他去那个小印尼逛街。不过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厉害，带大家去逛，我就在这边吃播关于台北车站的日常，设计的给大家看一下。直接转过来。现在是红星法拉的这位呢，就是书店的人，也算是书商的智谋吧，距离。那我们很多的印刊呢，都是他给的。如果他现在在滑手机呢，所以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直播吧，所以我们还是把镜头转过来，把他回去看到镜头。镜头一转过来，他就。那呢，证明一下我们台北车站借书都是免提。今天10月28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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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刚刚问他电话，我变成缅电话。哈用动。哎，我们再回来好了。过来，然后好。好，我们回到今天的男主角陈彦的身上。他其实是读政大历史系，对吧？对。对，可是他现在呢在上班，当一个很有钱的人。没有钱。上班，不过前途是另外一个。那就要讲吗？我讲，我的意思是他月薪八折，比我还多。我有点吓到，原来不同领域的，也不是运气啊。产业别了。对啊对啊，差不多。我也没有什么好难过。我再问一下，为什么陈毅会想要从原本历史系，然后转到关于现在就是金融，然后做法务的工作？给大家现在的大学生参考。其实当初也没有特别想，因为大家当初如我啦，跟某些人一样，就高中都是照分数去填，所以你刚进大学不知道自己要以后要做什么。可是我觉得大学就是不要设限，你就多多去学，就有什么课或者是有什么讲座嘛，就去听。然后你觉得有兴趣，就多多去看那方面领域的东西。就反正就是不要局限自己在某一个产业别里面，因为你这样。以后如果要转换会比较困难，像我就是当初填历史是分数，因为法律刚好很尴尬，前一年可以通过面试，很好，但到我们那年就都高一级分，所以我就刚好都不能去面试，就去面试历史系。然后后来进去之后，因为大家知道大学有双主修资源，就正好要面升学讲座，反正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不要设限，就去尝试，多方尝试。然后像我是误打误撞就跑来金融业，而且也才刚做，所以还不确定未来会是做到什么样子。刚刚一直做了16分，大概半个月。哇，大概16分。对，他刚刚在讲大学不是很幸福。对啊，这样我可以挡住。你要挡什么？我很挡。可是其实我自己大学是，我第一个就填广电系，虽然现在也是不务正业。跟你说的差不多啊，很多人就学非学经，我也觉得没怎样。如果没有就是学经理，会应该也不会认识到四方报，因为现在四方报好像不到了，还在啊，可能都没认识四方报，就这样我心里就觉得很难过。没有想到结果。好，我来讲，你可以讲一下。完蛋，如果以后出事会怨死。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开节目啊，就这样讲，念一下主持。看一下浪人陈帅，他非常认真的在剪辑。
最卖好茶的。对。也是要讲的。没有啊，没什么好讲。我看到，后背后背。我是觉得太吵了，就没办法控制。所以一整天一直录影啊。对啊，我刚刚录。在哪里看得到啊？书摊呢？哦，书摊。脸书看得到。
被以为是。不知道。没电影。打这个。我要气死。这张证就是应该有很大的。
看你，好不好？共享。不知道，你要自己去问。很少看到，比较少，比较少。那你
知道台北哪里比较多越南人吗？对，政大附近啊。政大附近政大变多的。哦，为什么？你是政大对不对？对啊。因为那边附近很多越南妈妈，他们有开店。哦。对哦。对啊。电线杆上蛮多。电线杆上。你要做报告？对。你们是学生吗？不是。我是书店的讲者啊。哦，是哦。我不知道，你知道讲者那么多，讲者那么多。没有，我不是，我什么都不是。你好，我姓何。哎，等一下，何哲文。好、啊。哇。啊，这么猛。没有，因为我记得姓何，因为我会记名字，可是我不知道人是谁。哇，何还有何景龙啊。哦，景龙，我看过他了，我知道他是谁。好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们现在在找越南人。对，找越南人。我们要来，如果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，找我们投票。田野调查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大一群就是我们学越南话，他们都学越南话，我们要来关怀一下，聊天一下。那你们要去上课哈、哦？我们不是有上课吗？越南话。不是还没上越南吗？在外贸协会。外贸协会。哦，外贸协会。之前也有外贸协会来新店，好像是印尼文专班的。好帅哦。所以说你们你是韩国人吗？是啊，差不多。你长得很像韩国人。你是哪里人？哪里？欧巴。欧巴。欧巴。你是欧巴对不对？欧巴吗？欧巴。欧巴吗？是欧景龙。好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但是有什么？不要学越南话啦，学印尼话吧。卡巴卡巴。阿巴嘎巴。阿爸什么意思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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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走咯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干崩他！那个泰国的啊，学生，学生吗？是啊。小我要想打二大你是韩国吗？这边好像没有什么韩国人。刚杀哈密达。我刚刚拿出一三本的不见了呀，有人借走了吗？在那边吧。对啊，他们没有学。你们英泰吗？英泰不会写，英泰会写吗？英泰要写，因为我之前英泰都送的。还认你认识台可以送啊，不认识干嘛送他？你这有送过几本？为什么少华呢？少华在忙毕业哪有他上次那个顺利来的时候他也要陪啊，他有事情要忙这样子。对，他现在没有变得比较开朗，他给我电脑怎么改，我这样不算了，现在改你了，不输了哈、哦。尽量来帮忙。嗯，我还尽量，以前是少华。对啊，不是以前有一个女生一起搭档的，叫什么啊？谁啊？你啊？我跟一个女生。对啊，一个女生啊，搭档啊。没有，我没有跟谁搭的，我一个人的。我忘记了，有啦，也是那个学生啊，弟弟的。是弟弟吗？很久没来，是弟弟。好像也有哎、欸，还有谁啊？过来这里好几次，所以为什么会认识你？还有我们好像有朋友，脸书好像有做朋友。你朋友很多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是你朋友。就是我不喜欢，顶多一两个而已。
长长的一个，我就不会叫人家。你有没有找朋友出来？哎，昨那个昨天那个活动，那个 BRI 的那个银行啊，好大方哦，每个人去的时候是有1000块，现在很吃饭在君君酒店嘞，有钱度哪里啊？不可以去。哎呦，以后要叫你们过去才。1000块可以吃饭，那我可以。对对对，那我要去。还要抽奖哎，手机哎，哦，好厉害啊！20台手机，还有那个上台问题啊，还有1000块哎，那个付银行啊，他就算那个印尼的银行过来台湾，你们可以在那个银行那个什么做没有存钱，他们没有汇款啊，就是存钱。哎。朋友啊，一袋我有放，有他们的。就不去年那个流浪者这个。我也没有带多少。我那边还有。就后来发现印书店名片我没有。就我放那边了，还放。所以我都没在镜头，我都坐在外面。我也是，不喜欢一直坐在镜头。我不想被。Alright.
干嘛？好啊，六月的、哦。
法就没有糖。就是你可以花自己的钱，那钱不是花自己的钱，就是自己赚的钱，虽然还没领到钱，可是差不多有感觉，对啊。所以我觉得请爸妈比较有感觉，有之后回学校请，等我11月1号入账，好像没有特别的，有一点，那因为学你以前的爸妈给，对啊对啊，所以感觉不一样。就没有那种全职的，就不感觉还是不差。可是我今年都有每个月有点薪水，然后感觉不一样。你到今年才？太久了吧？4年了。所以这些都不固定的。没有，一定会有，就有时候可能是。就是这样时间不固定。就年底一次，就反正我自己决定。所以现在算是挂在哪份名下？没有挂在协会上，然后就已经挂在书面上。所以书店跟协会是两个账，然后协会是一个法，社团法。你爸已经好了吗？是你爸吗？就是你最发文的照顾那一次，在医院那个。今年很多哎，我阿妈、我阿公在我爸。阿公好了。算好吧，我阿妈是护牙，我爸是心肌梗塞。对啊。还有装支架，那一个要70000多。也蛮贵的、啊。扣掉，不要扣掉健保，还是装修很贵，然后还一次装3次，对，还在抢。是因为是后天的还是先天？医生说要抽烟，因为我觉得跟他抽烟比较。哇，喝酒抽烟，协议比较难。没事吧？没有，心肌梗塞。